当南方人第一次吃粘豆包，是啥？粘豆包，粘豆，特别好吃。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啊？糖，加糖啊！哇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你们北方人吃东西加糖。哦呦妈呀，怎么这么粘呢？不是烫的，不是烫的。哎，嗯，尝尝，尝尝。这个不是甜品，这就是主食。嗯，你们拿这个包，这是什么包子？这什么玩意儿包子？豆包，豆包啊！你没听过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吗？这都甜的呀，它怎么当主食？主食是米啊，饭呢、啊？这个面也是甜的啦，这面就是年糕呀。你们把红豆馅的年糕当做主食，我无法理解。你们拿这个还配菜吃呢？菜是咸的，你们这玩意是甜的，咸的甜的一起吃啊！我们搭配呀、啊，就是我感觉它糊住了我的嘴，糊住了我的牙，感觉我的牙全部都是。